你是？你醒了，李李姑娘。我还以为你就这么睡一晚上呢，天都快亮了。我身份不正，至今都还住在宫外。不过也快了，太后生辰之后，我就可以进宫了。我。也不知怎么了，这心里像着魔一样，总是记着你。只想在进宫之前再见你一面，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。范闲，我喜欢你。莉莉姑娘，我未婚妻叫林婉儿，我发过誓，此生只爱她一个。人这一生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，范某心胸狭窄，这一生心里装不下别人。你不用说这些的，我只是告诉你一声，你爱你心中的人，我喜欢我心里的那个人，我们互不打扰，好吗？今夜之后，或许无缘，往后岁月大概是难以再见了。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，这件事是我求朵朵帮我的，是荒唐了点儿，但是我不后悔。别紧张，就说说话而已。或者可以聊一聊你心里的那个人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他是怎么走进你心里的？就当满足我的好奇心，听听你们的故事。你真想听？真想听。其实我们认识的也很偶然，那是我刚从儋州入京，在庆庙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手里拿着一你鸡叫了，怎么了？所有的公鸡都叫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什么呀？天亮了。